天气热到爆，民众几乎人手一杯手摇饮，没想到竟然有女子在喝饮料过程把饮料盖的塑胶片吞下，相当惊险。拿吸管把杯盖上的圆孔戳破，不少饮品盖子采取类似设计，但上头的小圆片竟成了罪魁祸首。类似这个，对，就是这片圆形塑胶片，直径约1.5公分，卡在女子食道。南投一名37岁林姓女子日前买了杯饮料，喝完后发现里头还有许多冰块，她把盖子打开，加入开水来喝，过程中杯盖上戳洞的小塑胶片掉落，也被她一口吞下。如果吸管就是插的时候插太大力的话，就会跟着那个一起掉下去。跟着咖啡那种盖子，就是掀开来太有粘住了，就比较不会掉下去。塑胶片卡在食道，让女子痛到不行，立刻就医。医师检查发现，原来是卡在食道的中下段。一开始医生也觉得说很纳闷，为什么喝冰块会这么不舒服？做完检查之后才发现这个软片在这个食道里面。所幸取出塑胶片后，女子平安无事，喝杯饮料竟演变成挂急诊，虚惊一场。记者韩志行、王柏英南投采访报道。海皇鲍鱼干贝 XO 酱，这个你只要加上一瓢，味道马上升级。它蛋白质是鸡肉啊，是牛肉还有虾的3倍，更是呢矿物质远高于鱼翅啦、燕窝之上。赶快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 6271就可以享有折扣优惠哦。